足环境也很不错。台中可以说是精品旅馆界的什么一级战区啊！正好你说，拜托，节目是新的，我人也不是新的，好吧？对啊，看起来你就是用过很久。已经快要被时代淘汰了。得罪了，什么叫用过很久？我跟你保证，就算你看过再多的精品旅店啊，是这间你也保证是没有看过。哎，不错，这墙壁好多洞洞哈，很漂亮的。草间，草间人命，草间民生啊，草间人命。你是不是新手？怎样？拿房卡、啊。你们房卡在，你们房卡在门上啊？怎么样？看得出来我很嫩，是不是？大白天来确定就直接开门吗？要敲门啊，这你家、喔、你还开？你好哦，谢谢。真要人带，真的是。这个是我们的房间，对，好的。哎、欸，好好可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他们说他们这个的这个，他没说话，什么他们说？我刚刚有听到他心声。他们说呢，他们这个旅店的精神啊，就是一种鸟人精神，哦，无拘无束的。哦，无拘无束的不只是他们的精神，这间北屯居的精品旅馆才刚开幕不久就造成轰动，因为他们的主题设计创意无限。哎，等等看了就知道。这间店啊，不是这间旅社啊，不是这间饭店啊，不是这间精品旅馆，不要生气。哎，早上没吃饱是不是？哎，这间精品精品汽车旅馆客满，大白天客满的，你看。怎么看得出来客满？你看不出来啊？铁门拉下就客满了、啊，哦，就是有停车。对呀、啊，这就停车场啊！你们看、啊，你要这是一个停车格，对，好贴心，他就是让你车直接停进来。哎，而且他们真的很浪漫，那你一停车就有感觉。您说一直有一种礼遇礼遇这样子，很像那种烛光晚会，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感觉。不是，很像萤火晚会的感觉。哦，一种原始感。哦。去了、啊，哟，你看，哟，这个，啊，有回音耶！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有在荒岛求生过。哇塞，这是地窖的意思吗？它是一个洞穴耶，哇，像海底世界，这珊瑚礁这样子，好酷哦！你躺下去的时候，好像是。住在海底，然后看人家潜水，真的、啊，而且上面还有这个海洋，那个有一个潜水夫在潜水的感觉。哎，这个装潢应该花不少钱呢。哦，哇，是的。天哪，这雨水也太大了吧！你看上面，哇，星星，星星感觉。哇，哎，这边很适合拿个牙刷在那边这样刷。为什么？找到恐龙了。考古学家。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哎，就是我发现啊，它虽然是哦精品旅馆，是，就是有些精品旅馆呢，他们在备品上面，它可能就是给你一些什么那种不知名的品牌啊，但是我发现，你看，它的洗发乳、沐浴乳，还有润发乳，是，文青的灵魂，它是用一些。就是天然的东西去做成的洗发精啊、沐浴乳啊这些的。而且你看，他们还挖一个这个洞穴，这个洞只给我们放沐浴乳什么的，那个放牙刷什么的。我觉得他想塑造一种很原始的感觉。好像好有味道啊！那你先去。不然你先脱，你先脱还是我先脱？好，剪刀石头。哇塞，这节目我先脱。这节目太脱袜子好了，这节目太正面了。好，我脱了，脱袜子了，来。哇，男女主持人在猜拳，输了脱一件，这节目能不看吗？天哪，真是颠覆以往我对于精品旅馆主题都是以浪漫为主的想法。房间以洞穴为发想设计，用各式海螺化石呢作为装饰，处处都是惊喜。来到这里呢，绝对会拍个不停。咔嚓咔嚓。此外，旅馆内种种贴心的设备更让你住得超舒服。而且除了原始的海洋风格之外，用清水膜打造的地窖风也是超抢手的哦。如果你还是喜欢浪漫风，这里观星房绝对能满足你的。好大的浴缸哦！把手全部张开，开动不到底耶！我听说啊，他们在设计这个的时候，这个浴缸就跟外面那个 queen size 的床是1:1的比例，超大的，简直是游泳池一样。老实说，我其实没有住过汽车旅馆，也没有跟老公来过，我有点惊讶，它跟我印象中的精品旅店啊，或是 motel 啊，完全不一样哎。
叫做汽车旅馆或精品旅店，它是创意旅店，就是整个把这个地方弄成一个主题式，而且是可以让全家人一起来的，我觉得很棒哎。像这样的池子啊，一家四口是夫妻，然后两个小孩，如果你再大胆一点的话，就看要不要跟公婆一起泡，就是可以增进家庭幸福。而且他们超贴心的，还有附泡澡的精油啊。不然我们来增加点情调好了，然后待会再邀请彦君哥一起来泡。彦君哥，彦君哥，干嘛不要叫我？快点来放松一下。不要，我自己来。来来来，快点来到大型洗衣机。腹肌要出来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你赶快过来啦！快点啦！快来泡澡。你这个水会变色的。没有，这是人体洗衣机。哇，好痛！哈哈哈哈哈！你可不可以不乖乖从这边下来？不要，哎，这样子好像在，好像在，我你可以去角质哎。哎，你快点来啊！你看，你有闻到一个香味吗？他们泡澡有哎，泡澡精油的香气。什么味道？是绿茶。你这水为什么变色？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紫色的。哎，你现在变蓝色了。这是情趣灯啊。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啊工作接很多，哦是吗？觉得你累，所以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帮你放松。哦，真的？你要帮我？你要？我问你要帮我缴贷款？我自己得都缴不完。来来，擦啦！你在去鱼鳞哦？去甲质？你有钱不摸鱼哦？你要去鱼鳞哦？很痛啊！这样是不是很舒服？不要了啦，好痛！是很喜欢刮痧吗？刮痧不是去鱼鳞哎。而且我发现啊，因为最近有点，你最近有点印堂发黑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怎么样？没有，我是晒黑，我没有，你不要我脸哦。换肤。我会翻脸的。你要赌是不是？你自己换。不要。轻轻晒。哇，好舒服哦！洗刷会痒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也是他们提供的耶，就是可以增加什么夫妻的感情。虽然我们不是夫妻，对象错了吧？你就把我当女儿一样好了。你想你女儿长大来帮你刷背，这样吗？你的年纪也不是女儿。哎啦，现在不用出国哈，来到台中呢就能够享受到充满异国情调又有趣的旅宿啦。